看车，好好看车。我去，我去，高兴不？啊，马上下冰雹了，高兴不？听说今天的冰雹个儿还大呢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像我这么大个冰雹呢？对，像你这么大个的，砸你！砸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在砸车？谁干的？谁这么缺德？啊？谁净干这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？你把被蒙上了，冰雹来的怎么砸坑？带，撒开，给我撒开，滚，过来！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啥钱都挣啊？你不能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，你知道不？你咋想的啊？这活是你介绍的呀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你有个同学开修配厂，然后砸完了以后提成600，我200，你400。那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我变成一个好孩子了，我都能改，你为什么不能改呢？大琴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在我心里边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懂事的孩子，是一个有道德的孩子。你跟谁俩孩子孩子呢？我比你大10来岁。马倩，你说的是不？这事不干了是吗？不干了，钱不挣了呗？不挣了。行，没关系，我大不了我损失200，你是400呀。倩儿啊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。你想一想，小美丽是不是过两天就过生日了？如果没有这个钱，你拿什么给她过生日？如果没有这个钱，你拿什么给你心爱的女人，让她高兴呢？干！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周贝，周，你周，你周，你站在小女上，什么？你拿400不周，你拿一张200的周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周我周。万事俱备，就等可爱的冰雹来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宝贝。周的，不是，我说我不周，你非让我周吗？你说周完以后，比刚才干的还严实呢。你周，你周，你周去，拿400的，干活就不如拿200的，还得我去。我去你妹了！就等可爱的冰雹来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宝贝儿！他咋会动呢？是啊，刚才不是这个造型啊。咱俩一起收，一起收，行吗？一、二，来吧，宝贝儿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大姑，干啥呢？这宝贝儿，宝贝儿的，干啥呢？大姑，你跟我没关系，你找他。你吵吵啥宝贝儿呢？